种下爱。快走了啦！王大人，陈先生，我们不是在开会吗？100集国标社的大家。
会忘记一开始学长姐要男女生搭起来时你的动作有多僵硬，表情有多尴尬。不会忘记那天两个人的舞台上你是如何紧握我的手。您总是带着有趣的表情打量我们不协调的动作，不厌其烦地给予我们最温柔的指导。而舞展前的最后一次练习，您告诉我们站上舞台后不要想自己跳的是好是坏，用心享受跳舞的快乐就好了。谢谢您冠州老师。社课上看到你们不熟练的滑稽动作，不禁转过身偷笑，而现在看见你们开心的跳舞还是忍不住笑了，但这次是为你们的成长和快乐所感动而笑。我相信你们会是国标社的明日之星，101级的学弟妹。升起的那一刻，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实的存在，每一个队形每一个舞步都有属于每一个人的位置，就像在国标社的日子永远是我们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样。未来当我们成为医师、牙医师、药师和护理师之后，还是会记得被汗水淋湿的前栋地板、写满检讨的笔记本、木屋升起时砰砰的心跳、空灯照在脸上的温度，还是会记得那两年我们一起用舞鞋为青春留下最灿烂的祝福。